你不要这么耍智障行不行啊？到啦，遇到低能儿啊！哎，真的遇到低能儿，我没骗你。上单真他妈是个弱智。看，低能儿，低声，全部感谢。下棋比较不伤我，真的吗？那这一把吧，这把打完再下棋，终于可以伸展了。我前两天上半身都是动不了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连续去重训两天，高强度重训，我上半身都动不了。我起床要用滚的，我起床不是起床，是滚滚床，滚下床，用滚的滚下床。啊！那我昨天晚上要开台的时候，我坐着就觉得难受。真的，我坐着就哇，好不舒服，就转动躺，躺一躺就睡着了。我现在全身都很壮，我练两天，感觉我现在超壮，超大只。我现在进电梯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壮 ，so powerful。感觉再持续一个月，应该就可以抹点那个什么油，就可以抹点油，然后先上衣这样拍照了。我们先看你的肚子，哎。别闹，没有缩小腹哦，看了哦，这肚子已经超小了。我之前大概再多一圈吧，超小了已经。这缩起来你根本不是，你知道我之前拍照是缩小腹也没有用的吗？我之前拍照缩完小腹还是长这样，我用力吸的还是怎么样？现在放松，现在缩小腹是可以当个正常人的，懂吗？你爽的话啊！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没有体验到当正常人的滋味了。哪来的毒瘤啊，老司机？什么毒瘤？谁是毒瘤啊？我可以175，我开玩笑。踢啊，你踢啊，反正你又伤不死我。傻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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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了啦，去你妈废物！妈死狗！哎、欸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、来吃兵呢、欸，吃兵！哎、欸，把你骗出来，傻逼，兵都没吃掉，兵都没吃完就出生，哈哈哈！这你俩再被打倒，真正爽快就是这波，美滋滋，还再搞一次。我感觉可以再搞一次，你转转，你转转，你转转，兄弟转转，赶紧赶紧，速度速度，再搞一波！贴着做，贴着做，贴着做，贴着做！怎么样？来啊，站着给你吹了，站着给你吹了！很漂亮啊，出发，哎，出发，吃喽，河蟹送你啊，啊，我来吃龙了，蹲，啊，你该不要送了吧？你该不要把300的优势送掉了吧，兄弟？你这样是有一点恶心啊，还得帮忙擦屁股，真的难，啊，还得帮忙擦屁股，到底在干哪？帮你连搞他两波300你都可以送掉，兄弟，补偿一下吧，
起码过来帮我拿个先锋吧。Don't be an asshole, she by Kiseki。3.0送掉了，还不过来帮我吃先锋？哎、欸，你还，我操！哎、欸，他是真的很过分。我跟你讲，他是真的很过分。他就是好处他全都要啊，这种苦差事他就不干啊。哎呀，妈妈过来吃果锅的、啊，这废物！他过来蹭经验的、啊。你到底哪里来的东西啊？结束了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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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速回升，你抓不到我！哒哒哒哒哒哒，抓不到我！哒哒哒，干你娘笨兽精呐！啊，牛逼啊！行云流水，走过路过不要放过，河蟹上单中单我全要。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开始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又来尾头干！这哪来的废物啊？我处理，我处理，我处理了啊！我来处理了啊！娘嘞！哎，不要闹！这是我家哎、欸，看这是我家哎、欸！别说了，看你哪个球丢，哪个球丢，哪个球，哪个球把它进，哪个球，哪个球，哎来，哎个球。没喽，放娘 Tristana， 这样来，逮他吧，一滴血了，逮他逮他，睡他睡他睡，你他妈真的往歪了45度，妖怪哪里跑？你在哭是不是啊？拿来给我吃，拿来给我吃，帮我打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跟你是不是在哭啊？他们好废哦，他们好烂，他们好，他们好烂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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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，开心。S 型走位，熬、啊、不到我，熬、啊、不到我。S 型走位 ，S 型走位 ，S 型走位。绝命大跳结束。差点一打四，我操！我这蹲点没谁了吧？要是刚火电早两秒钟哈，极限一杀四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跳跳跳！闪口，干你娘抱我没搭，抱我你就去死一死啊！金身，打架怎么说？啊，打架怎么说啊？啊，打架不要看我，不要！啊活着真好，兄弟们！强力一开五，这波强！像剑姬你不能这么烂嘞、欸！恐惧，完了，死了！啊！牛，再牛！干娘这李信真的在哭哎、欸！等我吸满，赶快吸满，吸满油炸。兄弟，来我处理，我来处理了啊！我来处理了，吸满，拉扯，吸血，再吸，哇！一气呵成。你讲话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吗？我又可以起飞了，我觉得我自己好牛逼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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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我一把，他们绝对做梦都想不到，我他妈有啊啊啊！怎么说？
哎，倒面，倒娘，两倍卡，两倍卡还想 carry？ 嗯，两倍卡哈、哦，乖乖下去领便当啦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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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！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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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的，这波大龙节奏，他们死两个、啊，你输出就对了啊！你不要这么耍智障行不行啊？到啦！遇到低能儿啊！哎，真的遇到低能儿，我没骗你。上单这他妈是个弱智。敢拼了！金身，全部斩尽。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不说了，导播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快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慢点。谁输的我不多说了吗、嗯？相信有眼睛的各位都有看到了啊！一跳舞，还要扛着伤害反收一条巴龙。送爽没啊？不是我一直杀，你们一直送，到底是怎样啊？还是点一点啊？尤其是剑姬，操你妈，有个乐色的。刚你就来吃巴龙就好了，我们两个来吃巴龙，你一个人跑去找三个人 PK， 真的是死妈的这剑姬，好离谱。画面很乱，画面很乱。来喽来喽来喽，启动喽，启动喽，冷场，冷场，射击秒了，一息拳，好一息拳不解决。不解释了啊！沉默。哦呦，不要跳走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剑姬，妈的都打赢了，只要在那边做效果，咋还能干收割？干你跟警政署长有什么区别？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署长拍照，让开，让开，让署长过，让署长过，让署长拍照。去你妈！都打赢了，只要进来做做样子，好像自己有做事一样。有多恶心啊，剑姬！你不如去边线担待。去吃冰干嘛？打赢了那边进来开大，假装自己在 carry， 哇，看着就觉得恶心。不开呀！我看着是觉得挺恶心啊，真的。套手，剑姬必须，你看还在死亡之舞需要25金，这哪里来的智障？哪里来的智障？障碍了，哦，不是我要嘴，就不是我要嘴，给你30开了，一直送，一直送节奏，每一波都要我来开，伤害都要我扛，技能都要我吃，我又要 carry， 又要同时要卖自己，让你们表演收头秀，太苦逼了，这游戏。